时候穿那一身白，还有那个白鞋子，好帅啊！谢谢你送给我们这个发簪，但是它让我想到了宫斗剧里面，如果要下毒的话，那个娘娘会把那个针，上面沾满那个毒性。孩子，少看点电视剧啊！这个不会，因为它这个是木质的，因为你像下毒，它银饰的，它可以。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看上去坏坏的男孩？22号，就是在以前没成熟的时候喜欢、那个、说说你现在成熟以后心里还是会比较向往这种吧，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跟我就不是那么合适。关键是你带回去你爸你妈看了会怎么样？我没提我爸我妈了、我提的感觉你带回去之后父母会不会反对那种看上去？您是来自香港的哈，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8号的女嘉宾，因为她也是来自香港的，而且她跟你穿的是情侣装哦，今天。为什么是情侣装了？衣服的那个布料很像啊，都是竖条纹的。我看你也是闲的，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好吗？你还替别人推荐。